整整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江之岛。江之岛的哪里？江之岛的桥上。哦。我们站在桥上。好。漂亮的夕阳。喂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连要过来江之岛。对。好、哦，然后现在夕阳非常的漂亮。好、哦。然后那边有一个冲浪族。好、哦，是吗？哎，有直升机，厉害啊、哦！花山，他飞去撞山。哈哈哈！好哇，实在是太棒了。热血啊！你说什么？踩着火刀啊！在录影，是啊，记录这一切，让这一切变成永恒。然后飞回来了。非常漂亮哦，我们今天就是来这边看夕阳，是不是？太亮了，太亮了。